iPhone 3什么手机啊？我刚到市场这里边。我预算就1000多，想要个苹果11。行行行，那你还有啥要求不？要128的，平时喜欢打游戏。哦，那你能接受成色稍微差一点的吗？这个我倒没什么要求，小安姐你安排就好了，我相信你。那行，那我去市场里边上面楼给你找一下子，找到了一会儿给你电话哈。来，同学，你要的这台白色光11，我给你找到了，给你看一下，还是128G 大内存的，就是成色稍微差点意思啊，但也是95芯的。平常带壳贴膜都是没问题的，性价比真的蛮不错的，你看看。那电池是多少的？这台的话电池是86的，我可以免费给你换一个电芯哈。可以可以，那这个给我什么价？我们来货是1900，你看着给我加点吧。那现在能给我安排发货吗？像咱家的话都是晚上统一顺丰给你发走的，像配件也会给你安排20瓦快充、钢化膜、手机壳以及180天质保。好好，感谢小婉。不客气，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质检发货了哈，拜拜。